第32题，已知三种金属与碳元素活性大小顺序为碳大于锌大于铁大于铜，则利用焦煤可以在高炉中冶炼出哪些金属？如果可以利用焦煤，就是碳，把金属冶炼出来还原出来，就要表示我们的焦煤的活性要比这个金属的活性来得大。而我们看到碳的活性大于锌大于铁大于铜，所以碳可以还原锌，还原铁，还原铜，我们这三种金属都可以在高炉中冶炼出来，所以第32题我们说，则利用焦煤可以在高炉中冶炼出哪些金属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锌、铁、铜。